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，招增社员两名，工作的内容是 IT 相关的，工作的地点在东京都涩谷区，工作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7点，月给是30万到50万不等，日语只需要正常的绘画就可以了，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会社参加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24/6天的下午1点钟，这边是我们会社的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。